在整个埔里来讲啊，它有非常大的一个空间，通通是种植茭白笋啊。茭白笋呢，因为埔里有非常好的水质，非常好的气候啊，它变成一年四季呢都在采收。那茭白笋的外壳呢啊，属于一个当地的一个困扰点啊啊，所以呢，在84年的时候呢，我们试图把它当成一个能够活用的一个物质啊。你笋壳用来做作用的呀。也就是说，利用茭白笋的外壳呢，来制造属于当地的纸张。啊，第二个，啊，利用废弃的东西来变成一个再生的能源。刚好搭配。啊，本来青青水水的，啊，免过安那，干那细细的安尼，都青青就水啊。手工纸呢，啊，它的生产呢，代表一个文化的一个传承。那事实上，一张纸，啊，它能够形成非常独特的一个文化。那么，这个文化之所以能够形成，也就是说，利用了当地的纸材、当地的师傅来完成的一个最重要的这个纸材。小朋友来这边的话呢，他们体会他们自己的做纸的流程的时候都玩得很开心，很高兴。那整体上了解师傅是怎么做纸张的，而且有自己体会造纸的流程，他们会更加珍惜爱惜我们身边的每一张用纸这样子。师傅就是师傅，要成为师傅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啊，他可能要经过非常多的时间。啊，手工纸的生产哦，一些作者人用不同款的动作，不一样的时间来完成的一张纸。那你像今天啊，温度呢大概早上清晨六点的时候呢6度左右，那我去试摸那个水。超纸筒隔夜的水呢，大概在4度左右，还没出太阳，师傅呢可能就要操作，泡在4度左右的水里面呢，啊，不停的操作。那这种辛苦呢，我想很多的行业呢，可能体会不到的。我这回啊，我老。那在夏天的时候呢，师傅烘纸的时候呢，再加上那个蒸汽往上冲啊，瞬间往上冲的那种温度呢，啊，会可能会高达40度左右，那个刷子呢，101公斤，啊，它不停的挥洒，那一张纸呢，最少要挥动12到15次，一天的工作量呢，大概要300张纸左右，再乘以12的话呢，3000多次，体力的付出呢，非常的大啊，所以这些很辛苦的一个行业。做几30年啊，我国小毕业都开始做啊呢。事实上，一张纸呢，就是一件艺术品，它的形成不是一个人来独立完成的。尊重师傅，尊重纸张，啊，也就是尊重我们自己，尊重地球。